我们继续讲春夜喜雨。果然，小美老师又多谈，看我的！没课本，看你怎么讲课。咦，我说呢？算了，上课为大，用了十多年的经验，我就是瞎了眼，也能把课本倒背如流。没书，照样上课。我们继续讲春夜喜雨。居然没用！哼，光头太憨了，居然小瞧小美老师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看我使出这招，调虎离山。喂？喂，是小美吗？你男朋友出车祸，赶紧来医院。什么？我马上来。不对，我哪儿来的男朋友？一定有人恶作剧。就耽误那么几分钟脱糖而已，别想着搞花招。妹妹，你不下来，今天回不来了。不能陪你来共进晚餐，不能给你按摩时间了，是孩儿不下来。小平，这下你可以安心上课了吧？